During the previous heat waves in Europe, we lost big parts of harvest, and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where we are already having this global food crisis because of war in Ukraine, this heat wave is going to have further negative impact on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是啊，这水，不管是人类，或者是植物类、动物类，没有一项能离开水。人间啊，要有清净的水。 就如人的身体需要骨髓，在身体中啊，血有了毛病了，那就要借别人的水来换血。所以我们也曾经有过20多年前的。 捐水活动，那也是很不可能的可能。所以呢，瓷器啦，一向过去到现在，都是呢，从那样不可能的可能，一直延续到现在。常常会想。 未来还是有很多不可能，谁来让它变可能？有的时候很感慨啦，这种人生要如何能永恒永恒的有此好事，可以呢？ 长久永在，实在是很担心，很担心。慈济50多年了，他的法，慈济法的脉络是来自于佛法的精神。 为佛教，为众生。这个佛教以众生，人人都知道，那就是一个宗教。啊，宗教呢，在人间，是否只是宗教的形象、宗教的仪式吗？我认为。 不是，光说这一波的疫情，每一个净思堂，我们可以提供给打疫苗啦，同时呢，也可以打给人汇合，汇集如何安人心，所以安心啦。 集中物资啦，如何呢？稳定家庭啦。ผมรู้สึก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เลยครับแล้วก็เหมือ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หวังของเราอีกทางหนึ่งครับผมแล้วก็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ให้เราได้กินต่อไปได้ให้ดำรงชีวิตต่อไปได้ให้ทุกคนสู้ๆครับผมเวลาเรามีลมหายใจอยู่ก็พยายามสู้ๆครับก็那种人生呢，贫吃苦，实际可以呢看见了这样的情景，就是呢，很大家的爱心，人多集中，有人有力，物资集中。 分配物资、包装等等，一份份的，那就送到，那种
不请自私了，那他不求自然得了，所以不求主的，这就是因为有菩萨让他不需要求，因为菩萨已理解众生疾苦，众生还没有开口，他就可以呢得到了帮助。总而言之啦，慈济在这样的几十年，那泰国啊，因为主持在那个所在三行菩萨，有这一群一两位的发心，三五位的发心，那合起来，那就是呢，可以帮助很多人，他们的义诊，可知道，长期以来啦，七年多了，总是呢，这份爱，只怕呢，你不发心。花心啦、啊，怕你呢不深入。只要你肯花心，你肯深入，你就有力量，会广招菩萨来做。去做，做了那种内心呐、啊、的欢喜。所以吼、哦，师父啦，为大家人开启一个道场，让人走进来广结善缘，啊，那无吼享福了福啦，啊，来生呢又要安怎来？总而言之啦，细细思考，人的世间大地的乾坤，人生的这种小乾坤，大小乾坤。如何呢？如何去分析？解答无解答，是善是恶？看看科技，它破坏多少大地？这物件，我们的现在所享有的一切，破坏多少大地？我们能不回馈吗？所以最近跟大家人讲，感恩哦，我们的任何一件物，我们都要感恩。无这支笔，无这张纸，无法度写字，所以呢，一定都要有。各位，有，只要有，我们就要感恩嘛。那空。啊，感恩呐、啊！有空间，没有这个大空间呐、啊，我们也没得到场。所以呢，想一想，我们每一天，不管是空是有，还有人间，我们总是呢，时时刻刻细细的思考，大家啦。那一旦安呢，这叫做智慧，修好，修慧，修好，那无修慧，福享会少；有慧那无福，无法度呢，在人间生活。看看那一片那么大的大地，这样少数人的争端起来。多少人的苦难家破人亡，想，这不都是人吗？这个是人间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很努力，如何化繁呼心，这个争斗的心，化成呢是行善人间，是菩萨道，这种化不可为。有可为，化不可能，有可能，只要
有起点就有路走，所以请大家起点方向对准，前面一定有路可以走，而且呢会走得很平坦，永恒的永续的大道，这都是那一旦个众生结大福缘，那才能增长智慧，回归如来本性，这缺一不可。好了，感恩呐、啊，时时要说感恩，感恩时间，感恩人与人之间，感恩祝福。